我甲直接甲大家报告几件代志。第一件吼，这个禁烧生美石油浆吼，不管是禁烧、停烧，咱这个英科大的这个王文清教授跟我进行测量吼，其实我嘛们请过很多的法律专家，禁烧、停烧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县长他当过律师，也当过这个法官，他很清楚，所以他就交代我这边，透过行政审查的方式，源头减量、管末加盐、季节性的限定，这些都是全国首创。甚至呢，审查的期限把它缩短，加强审查的频率。另外呢，庄敏杰老师讲的这个重金属，包括 PAHS 这个多环芳香烃、致癌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纳入许可证里面，要加强检测。所以我今天很可惜没有听到说，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更宝贵的意见，可以让我们来加入到许可证的这个要件当中。那我想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大概许可证展延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些状况，达标啦，荷花下去，达标就受完，达标就怕行政诉讼。目前十三条已经出来了，出来一半了，就是讲三条翻书，翻书的原因是讲翻核的期间比较短，那不算输了，我们再给你展延长一点，还是照样审查。啊，几天我十条我是不进行，怕他受伤，怕他行政发言我就拢给了，问题嘛，最可怕的，当然支持。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讲，咱上大的问题是啥？我做一个副局长，我是婚姻，我是政策囡仔，我是大囡仔吼。咱想要讲是要解决婚姻关的空气品质，行政审查我感觉好，皆拢是标的呢，不是日本。所以当这个咱执行这个在发电公司这边做能源转型的，我做完以后，我叫人去我去讲，那能源转型你个插话怎样子？能源局来对这个预防2016年这升里面45%，要降到2025年的这30%，有包括这 IDP 无，就是面临电厂卖电有无，气电工厂有无，结果查开是无啦，我管到两个，所以我开一个记者会，要求讲咱这个能源转型爱包括面临电厂，咱这个伫这个50家，咱10点开记者会了，机关再说半点钟了，发一个新闻稿。伊对咱所有的这个媒体啊，甲民众讲，伊要评估、要规划、要转的时候，卖你要转的时候，转的时候天然气，我唔感觉足奇怪。你哪落咧？我是电主管机关的，你都无咧来跟我对话，那个转型无咧跟我对话，你直接就是诉诸媒体。所以呢，我今晚要聊民工吼，两点吼，第一点，咱这个经济部能源局，你伫2023、2024，你甲这个台塑卖电。气电共生，这个合约到期的时候，我们不能，你们不能再续约，你们续约要续约可以，一定要转成天然气。好，咱做简单，这个聊天员刚才讲，无唔对，要转换成天然气，按接收站，按供爽，差不多7-8年，那么多还好啦。2023、2024合约都到啊，一切都要转过啊。所以讲这个部门，咱要求能源局这部门可能，你未当过续约，要续约条件是按转换成天然气。第二点就是讲，为什么这个台塑公司不跟我们来对话呢？不跟地方政府来对话呢？所以我们要求先备忘录，我们要你把这个转换成天然气的时程列出来，你们举来做见证，大家签一个备忘录，大家按照这个合约来走。接着由我们台塑石化公司啊这边做个发言哦。那台塑企业啊，在麦寮工业园区啊所设置的这个燃煤机组啊。它是有通过我们这个环保署啊，环品这个严格审查，并依法获得这个县政府核挖操作跟生理使用许可证后啊，我们来运转生产。那在业者依照这个标准操作管制下，主管机关啊应该依法啊展延这个许可证。如果我们要核挖，将使我们园区内的供气。跟我们供电的这个燃煤机组啊，没办法正常生产，恐将违反这个法律所赋予的信赖保护原则。那麦寮工业园区设置这是高效率的这个燃煤机组啊，它是采用这个最先进，而且是符合我们最佳可行性控制技术的这个污染防治设备，
它的排放啊，除远低于我们美国跟这个欧盟这个管制标准外啊，也是符合我们云林县所奠定全国最严的空污标准，也就刚刚所说的有氧化物的排放浓度啊，要低于25 ppm， 那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要低于46 ppm， 那低状物的部分啊，它要低于这个比 normal new 啊，15 microgram。那根据我们环保署的这个资料，那个 PM2.5 主要的来源当中啊，主要是境外污染的部分啊，然后占了 27%， 那交通污染占了 34%， 而电力业的排放啊，它仅仅只有 2.9%， 它并不是这个空品不良的这个主因啊。且依照我们环保署公告的云林县细纤路为例 PM2.5 污染来源调查分析，还有我们空品预警应变计划研究报告中显示说，如果你前面来禁止燃煤跟石油交后，那对前线 PM2.5 的这个改善效益啊，仅有 0.7%， 那显示说如果你限制燃煤发电啊，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那我们在台中这个电厂环保降载，还有台化彰化厂以及中油高雄厂、官厂为例啊，那当地的这个空气品质啊，也并没有这个明显的改善。那另外依照我们环保署哦，对于我们麦寮园区周遭的空气品质监测的数据的显示哦，在各级政府机关还有本企业的努力改善下，它目前啊，那已经接近这个建厂营运前的这个水准。那并没有对这个麦寮当地的空气品质啊造成这个不良的影响啊，这可以由这个麦寮能够种出这个品质优良的美生菜，以及养出这个回美的这个菱葛等农业产品啊外销到品管严格的日本啊，可见一斑。另外，云林县政府啊在禁烧生煤以及石油焦制制条例，虽然是在民国104年9月遭受到环保署的驳回，但是台塑企业向来重视环保，且积极改善这个空气品质，且为了配合我们政府2025年能源配比的政策，本公司将针对计设的卖电公司三部燃煤机组朝向以天然气来取代煤炭的方向评估规划，来化解外界对于这个燃煤电厂污染环境的这个疑虑啊。以上是这个台塑石化公司的发言。好，对，我的标题大家看到了嘛？哈，对，就是供应油电等管三市场的企业，如果没有诚信的话，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哦。下一页。那我想这一章主要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担心，就是癌症的问题，就是在这些电厂，就卖到电厂生产前，就是说我们彰化的这个大城乡是。呼吸道男生呼吸道癌症是全台湾是显著低的是它是一个乡镇，那在台西乡这边大概也是，但是建厂完之后我们发现在刚刚说的大城乡镇里的话就变成显著高的一个乡镇，那甚至台西乡镇13个乡镇就是最高的是这个乡镇。好，下一页。那这个其实部分是学者就詹老师就发现在大城乡这边的民众尿里面的重金属特别的高。下一页。对，那詹老师其实做了不止大城上的调查，包含云林县各个乡镇的调查，那发现就是在靠近六轻这三乡镇比之外的这些乡镇来讲的话，血液里面的各种重金属凡砷镉铅等等都高过这个10公里外的乡镇。下一页。那过去我想常常听到癌症的话，就说可能是云林县的乡亲的抽烟特别的多，但是按照国建局的资料，我们发现彰化或者云林这边它的抽烟率其实并不是最高的，最高反而是新北跟桃园，但新北跟桃园刚刚我们看到呼吸道方面的癌症或者死亡率并没有特别的高，所以并没有办法从抽烟来解释。下一页。那从环保署的资料来看的话，那刚刚我们谈到这些重金属来讲的话，其实是癌症总署在公告 PM2.5 为致癌物质之前更早就公告为致癌物质，那其中燃煤电厂或者燃煤的蒸汽锅炉加起来铅排放就占了超60%以上，铬也占了将近60%，
深的部分加起来涨金到达七成。下一页，那当这么大的一个重金属业绩债务值，那我们看到台塑企业在今年5月2号公告一新闻稿说，有关台西村尿液中的重金属问题，根据环保署104年12月的会同环团六亲自烟道的检测发现，都没有进重金属的检出，因此环保署认为与六亲没有因果关系。下一页，那我有参与这个就是一些环保署的报告，那这是他的简报资料。下一页，那在简报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看六亲环保署的简报里面铅有2道，铬其实大部分重金属都有2道，无论是麦寮气电或者台塑化厂的供应厂都有2道这些重金属。下一页，那另外2个石油化的加热炉或者锅炉也有2道。下一页，那环保署稍微比较一下目前在这边这刚刚说的这烟道里面2道的这个砷在麦寮气电或者石化厂化都高过美国的标准，但是符合中华民国的标准。下一页，对，那根据环保局的资料手来看的话，好，下一页，好，那发现就是说其实煤里面有这种金属，但是目前有96%不晓跑去哪里了。下一页，好，那根据台塑的集团的检测的话，好，下一页，好，大概都是 ND 都量不到。下一页，好，无论是非灰底灰全部都量不到。下一页，下一页，对，所以那台电公司的报告就好多了。下一页，好，那我们发现他承认他有量到这些重金属。下一页，好，下一页，好，那我建议就是说像目前这个契约可能会有根本上的问题，就是他的很多资料其实是不确实的。卖钱包了哈，以后别人就讲的是诚信嘛，企业卖清楚，企业一定卖清楚。好，无论环境也好，台塑企业也好，拢有诚信啦。哦，我感觉咱环境环境有他李建志议员讲的吼，包括副馆长、局长恁遐坐吼，我想恁真袂自在啦吼，讲啊真歹听啦，所以我卖阁讲歹听啦。因为本来就是啊，咱环境馆政府的审查标准是一致啊，唔是恁在禁的时阵，恁对台塑啊去有意见的时阵。您定这些燃烧煤潜量排用 最低跟次低10%逐年要求它减少，换一个副馆长起来，过一个年度尔，你换滚动式嘛，你难免会乎乐天无所适从，难免嘛有分管议会议员感觉你分管不恁的诚信不对啊。我是要来给你支持，本来你发挥，你就是要一个固定的心脏。哦，咱对的要求是安怎？六轻，那么六轻，你嘛要有企业就对啦。石油焦，全台湾性中油无咧烧，台电无咧烧，六轻你凭啥物伫分林关啊？烧石油焦咧赚台电的钱，赚中华民国百姓的钱啊！全台湾无人咧烧的啊，所以石油焦六轻恁必须要马上停止啊！分林县政府你嘛无应该阁发任何一张的许可证啊！那么咱台段嘛有听到台塑的协议咧讲，恁台塑伫报纸嘛写甲真清楚，恁有咧讲恁要换烧天然气，那么表示换烧天然气。也是企业会当承担，员工的权益嘛是会当保障的。那么伫六月，这个许可证啊，我建议分林县政府，建议你台塑六轻啊，恁必须要用实诚提出来，恁要有诚信，恁真正人要怎做，莫骗百姓，莫伫许可证要现在进行，甲分林县政府做伙来做，一个讲。要来换烧天然气，一个讲会袂当供油的，迄个民间的企业办过，然后许可证发发嘞，要烧天然气的，同我放伫天边。所以啦，我想这个建议真合理啦。企业爱生存，但是
有影实在嘛，袂当伤害其他人。所以，若去伫这段六月份的这个许可证的申请啊，我建议副馆长啊，你嘛唔当去用讲到这歹听啦。啊嘛，唔是讲你建议议员咧讲啦。哦，因为今仔时间较无够，所以无通讲遐济，我嘛歹讲。无，我嘛真有通讲。建议你分两馆政府啦，请六轻在咱六月要新早的进程提出因换天然气这个时辰。那么我相信会当得到百姓，包括环保团体，包括婚姻管理会，对恁这两个集团呐、啊、的诚信来做一个考验。好，我是台西乡民，我做你。我想哦，人民缴税哦，成立政府，然后还把公权力托付给政府，自己还接受公权力的约束。迄、那个目的是啥物？我是希望迄个政府吼，会当予所有大众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环境的。不过，政府有法度迄个吼一般大众安居乐业，那是个非政府方成立。所有的迄个数字拢已经呈现，达进来了，对在地健康。最在地的环境、最在地的产业，都产生足大、足大、足严重的影响。为什么安尼管政府一度还是默不作声？独家专程庄炳杰老师讲的，重金属不95%不见了，不见了跑到哪里去了？那么，咱国中毕业就知影，化台底有一个物质不灭定理啊。你烧偌济物件，你用着产生偌济物件，你所以物件会倒去啊？县政府是安怎歹去查？这查毋是县政府的责任吗？中央一定给你个权利啊！你有迄个权利，你会当去查迄、那个六轻啊？你有权利会当许可伊许可证啊？每一年拢一直在对许可证，找分林官找无一个县长。有法度来迄个解决这个问题，婚姻关真正无人了吗？这是一件足悲哀的代志。杜家，我相信啦吼，杜家翁呢，伊嘛讲一种足重要的代志。所有的环保团体吼，是希望六轻会当迄个。永远的迄个生存。德国都叫人告诉讲，德国其实嘛是因迄个石化公司已经生存100年以上啊。你无希望六轻就当生存100年以上吗？如果以即马即个情形，六轻是3年、5年，还是2年，还是10年，要突然间爆发，然后大数乌家人是款款的走，留下你所有的人啊！你要得收场，所以你应该是要甲所有民众站做伙，希望六轻会当永远经营落去。爱要安怎永远经营落去？环保做好啊，对迄个环境无伤害啊，对人个无健康无伤害啊。阮拜托伊来都要陪陪，哪有可能一定要赶伊走？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反省。啊，你是上足重要，因为你是第一线的人。恁是上清楚的，是安怎？迄个到时讲重金属会不见，是安怎讲？迄个大叔所谓检验拢是没有问题，恁相信吗？所以我拜托本政府，我的立场就是停发许可证，停发杀人执照，再没有找出真相之前。拄啊，头前阮有足侪员工也是当然哦，拢嘛有讲过啊。我想要表示的只是阮是劳工，阮是工啊。但是今仔日我感觉，今仔日这个公听会嘛对阮工会甲员工足无公平，因为因也无通知阮，嘛无邀请阮工会参加。今仔日阮有足侪会员是听到这个讯息了，阮家己请假来参加，来要来表达阮的心声。拄啊，足侪人拢有讲过，目前即马诶
正式员工甲外包厂商加起来有40,000+个人。恁着肯趁食，虽然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影环保嘛真重要。阮在遐做工会做要20年啊，阮逐工吸的嘛是遐个空气。大家阮嘛希望讲空气品质改得搁较好哩。但是我相信大家拢有咧看，有去参观过阮乐清的厂区的人嘛拢知影。乐清台塑公司，伊嘛为着注重这环保的物件，吼、哦，伊嘛无少投资，开了足侪钱的，把每一项的排放标准拢降到是全国儿童低，而且咱管府这边对咱每一项的排放标准嘛管制到全国是同样的啊。拄则恁拢一直咧讲，要叫阮改烧天然气。但是真正，毋是讲像拄只个我有发言的同仁讲的，改天然气的制定是要有时间的，毋是讲这台机械，还是这台车歹，引擎歹，甲换掉就会当，佫继续生产。即摆，反团如果振作，要要求着政府来停发阮的操作许可证。阮是毋是连伊着搁变做第二个彰化厂？结果恁敢知影彰化厂的案件甲后壁嘛是阮台化胜诉。拄则，阮的同仁讲过，彰化厂的事件造成着阮全部的员工甲外包商偌济家庭无头路、无收入。这敢毋是对咱整个台湾的经济有偌大的伤害？你敢知？所以，我希望政府这边、甲主管机关这边三思，爱保障着合法优良的企业，毋是把台湾好的企业赶去外国投资，啊，恁则去日本哦去招商啦。我感觉这咱后一代有可能，咱的后一代。即摆就要叫阮关厂啊！阮的后一代是毋是拢爱去外国做外劳？虽然阮吼，阮拢是做工的，阮找读较少，但是阮嘛是用打拼、认真做工课来换饭食。所以为了阮全部入去的会员的工作权，准做管府若真正吼无时间给阮改善。停发阮的操作许可证，阮工会嘛吼一定会控制到底。大家好，刚刚我们看那个环保局的季节限定的减排部分吼，它是在 MS14吼，但是它的发电量只占了全部发核发许可证的1.8%吼。那我在想，你们减排有提到说可以减排21.7%，是怎么计算的？因为全部的许可证的量只占1.8%的发电量，你怎么有办法减21.7%？第二个。许可证的 M28 跟29，应该不要再去核发这个许可证，这个是最污染的。里面有什么？有砷煤、核煤、油渣、石油胶。这个发电量占多少？占了5%。这个最污染的东西也没有在季节限定里面去做改善。这个我们是觉得最污染的东西，居然不去把它整个否决掉，这个污染是最严重的。第三个，在环保局的简报里面，第13页提到说。大气的扩散不两日哈，就是有害健康的意思哈。在104年有38天，105年有55天，这代表了什么？在一年之内就增加了1/3的有害健康的空气污染物。我们看得到空气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有改善，污染是越来越难扩散，所以烧燃煤烧这些有害的东西只会有害我们健康。但是目前政府的减排减污的措施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怎么说呢？他简报里面提到说，氮氧化物在这5年来，简单讲，平均每一年只减了2%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一年只减6%，有感吗？2%而已耶，是有害健康的东西哦。然后刚刚庄秉吉老师有提到，有关重金属部分还有95%以上的东西去哪里？不知道，有害健康物质。这些重金属是对人体很有影响的东西，但是去哪里了？我希望你们
六轻的劳工，你们要知道，不是跑去水里，不是跑去空气，就跑到人体了啦，不是跑去哪里了吗？我们要去厘清，有没有可能被你吸进去了？很难讲，不要这么马上。那这个需要，我需要你们劳工去跟你们老板争取，我们需要做全面性的调查检查，把这90%的重金属跑去哪里了，把它调出来。最重要的，我希望环保署环保局刚刚讲了，今天的资料，今天有做直播，我刚刚去看了云林县政府、云林环保署都没有网络直播，我不想他的直播放哪里。我们希望今天的简报能够放到网络上哈，让大家知道。同时最重要的，全云林县的许可证要全面的公开，许可证一定要公开，不是只有你们六轻，而是全云林县的核发许可证，有关固定污染源的。你们跟他讲，不是只有我们六轻在污染。那我们希望云林县政府把所有许可证的资料一定要全面公开，这是关于全民的健康的问题，不能带过，不能只放在你的书柜下面的抽屉，一定要把它资讯公开，这是最重要的。我想今天大家最重要的也是希望，不是只过针对我们六轻，而是希望云林的所有的固定污染源、有害健康的许可证全面的公开。我今日来遮吼，就是我是想要问大家啦吼，不管你是不是劳工，还是一般环团的是啥物啦，咱来。爱呼吸吧，咱爱吸一口气吼。啊，这口气呢，其实我今日站在这，我嘛会使甲大家讲吼，我倒转来十年。啊，咱嘛有看到咱的县政府在讲，咱要安居乐业。不过倒来这十年当中呢，我感觉我过了不平静哦。我爱出来为咱的空气，为咱的地方来做一寡，为社区来做一款努力吼。所以讲，想要来甲大家讲，就是讲，像我家己家族内底有为华莲来，为宜兰来，不过伊平常因伫倒来甲婚姻的时阵呢，伊甲我讲吼，我也感觉我的身体。那就离华莲乡更爱较遮，佫较无好。那是甚至讲以后一个感冒，伊就拢会足久较会好。啊，我想这款问题应该是咱的政府爱帮咱来解决这个问题哦。佫有就是，我为这几年倒转来了后，发现讲，倒来我出门的时阵，我爱看有自报，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是过敏性的。的身体吼，所以其实咱达到迄个环保署有讲，咱有设施的迄个监测站，恭喜大家吼，咱大家拢是监测站。我每天啊，大概我皮无爽快的时候，我去看，大概今日就是足严重的。啊，咱伫不管是买料还是倒位吼，尤其是岛内，伫这几年拢是荣登全国。那个空气污染最严重了，所以我们希望讲，咱的政府跟咱的县政府，会使为这个部分来为咱的地方的居民来做努力哦。阁有咱大多有看到迄个六轻的人来直接宣布讲，如果改成天然气的话，它的改善大概只有降0.7%而已哦。那我觉得，那这个议题更大了。除了改天然气以外，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空气污染这个部分，它的努力的空间又更大了？好，那最后我想，今天在这个场合里面，我看到非常多的公民愿意站出来，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也觉得说，我要给环保局的一个建议，就是今天这个许可证它是延展。不是才刚开始发，所以说你今天办公听会，让大家一直炮轰来炮轰去，它的实质效益是什么？其实我发现它是在浪费我们的社会资源。为什么你不能开一个听证会，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在核发的过程当中，它有什么检讨的空间，有什么改进的空间，然后接下来我的期程我该怎么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所有来参与、所有来关心的朋友。它是不是它的价值跟意义会更大？